台北市连接引起争议，前台北市教育局长康宗虎因为安尼落台负责。今仔日新的教育局长丁亚文算是就职啦。对这台北市连接甲要继续办的丁亚文是无正面的回应，只强调讲伊会听各界意见。前台北市教育局长康宗虎因为台北市连接争议落台负责。台北市长侯龙斌在市政会议上担任公告人，将手中的印信交予北一女校长丁亚文接任台北市教育局长，并且宣誓就职。宣誓人丁亚文。侯龙斌强调，63岁丁亚文毕业后担任北一女中山女高的校长，在台北市教育界工作长30多年，经验丰富。95年嘛，捌去越南办学，成效真好。尤其是伫台北基改文化上，也向丁亚文提出真侪意见。他对于所有的教育问题非常的深入，包括这次北基在改分发申请入学这件事情上。他有积极的参与，而且给了我非常多具体的意见呢。我对于他的专业以及他教育的理念，我深具信心。台北基连接改分发上，丁亚文的意见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未来刚要上班，面对接下来即将要实施的10年国教政策，丁亚文表示要被收集意见。我们必须要征集更多的意见。我想我们未来有很短的时间，大概就是10天或者是2个礼拜的时间。我们要广泛的去收集意见，去了解大家讨论，然后怎么样的选择才是符合教育专业的。丁亚文第一天上任，不愿意加讲，只强调要被多多征询意见。台北基刚要上班，8月底就会当知影。即台北基连接引起的官分计酬的争议，除了康政府落来负责之外，侯龙斌强调会提出争取的名单。丁亚文刚要安怎来处理台北市这一场重大教育风波，真受到外界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